放在哇，这里。八点厉害！八点八点六，八点六，谁还没到？八点六，八点六吗？我进游戏，我进游戏，没有到。啊，等等等等，我知道，皮哥要还没来。哦，迟到，迟到，罚三杯。哦，迟到，迟到，罚三杯，罚三颗星，罚三颗星，打给莱斯特。开场先扣三颗，罚三颗星，罚三颗，这么狠。哇，超硬！他一人三颗，看你们要集中在姚身上还是？为什么？关我什么事？我准时呢，我准时呢。有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，安南，好久不见，要多久？多久？要多久？都到了吗？24个都到了，都到了，24个都到了，对，我到要开始了，好，超快，来公布一下重大事情，虽然没什么影响，就是去之后 UHC 就会交由巧克力代管，有没有？哦，我要去结婚，要去忙度蜜月，搬着包。你要什么？要什么？去找一个啊！你也要人？你要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要做什么？我也要度蜜月。我要忙着去生小孩，好不好？我也。我也要忙着备孕。恭喜恭喜！我也要。巧克力馆，然后我可能有空的时候才会回来参加，没有办法每一届都参加了。重大消息跟大家讲一下，也不一定每一届都有。巧克力先代为主持，我先在旁边看一下有没有。所以就是引小孩来玩了吧？所以你来参加的时候就是没有度蜜月，没来参加的时候就是度蜜月。那么哇塞，好多蜜月可以度哦。然后可能过十年之后，就是由我儿子代打，就不是我了。你已经知道是男生了，这么快？没有啊！哇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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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知道原来已经有了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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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的儿子给你的儿子。那个巧克力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规则。好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规则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本书，好不好？地图1008两倍大小。哦，对，这次的地图是两倍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第四本书，我们的随机缩圈，我们的缩圈时间开始十分钟之后就会开始进行缩圈。哦，不过它那个缩圈因为有冷却啦，所以就是其实准确来说是20分钟后第二个白天的时候会缩圈，然后是缩10分钟。了解，所以他每次缩圈就是缩10分钟，冷却10分钟，缩10分钟，冷却10分钟这样子。哦，所以在两倍大的地图，然后这样缩圈，不，类似的特色。对，它缩圈的速度其实算是比之前还要慢一点呐，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。好的，然后作者有说，因为这样子的调整，它会让每次的中心点变化很大，所以每次呢，大家可能要跑的地方就比较远了。好好，那我可以跳机场吗？机场太快。然后其他的额外的调整就是清除怪物，就是改成70分钟，发光也是70分钟。然后我们的限高限地，它会90分钟全部都缩完。那缩完之后，隔10分钟，也就是100分钟会开始限高限地，就是65到70。白痴哦，我现在就抖了，可以晚一点呢，现在讲东西的。感谢抖内。鱼骨惩罚是800吗？吓到我，还是你要？什么？再讲一次。玲珑人，玲珑人，不要再玲珑人了吧？又要玲珑人，又玩玲珑人吗？又玩玲珑人，硬的。800啊，一样啊，跟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800。好，这次有24个人，所以我们就是分8队哦。好，刚开始有人说要跳飞机，可以啊，我们就开举滑翔啊。可以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机场外挂28679995，我是马云，我是马云，我是马云。空傻，什么东西啊？看来反弹很大，没有人要吗？感觉好玩，可以每个人发鞘刺，然后往下飞。
那如果没飞好的开场就挂了，那就算了，问题吗？有没有自我自杀？同队会那个会飞走。其他都正常啊，其他都跟之前一样。在北投。敦敦介绍。好，那个大家好、哦，我是敦敦，就是今天外面在下雨，有点冷。谢谢大家。我靠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峰，然后我现在吃饱，我有点想睡了。下一位，可以睡，晚安，晚安，睡觉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秋峰。那个以后的 UHC， 我就是有空才能参加，没有办法一直参加了。大家就好好珍惜一下。好吧，出手慢一点。会用斧头好好珍惜的，拜托了，不要出手这么快。满心交给你了，慢慢来。下一位。我那个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上一届硬插失败，这一届终于插进来的一拳。下一位，不知道谁插，还讲什么？插谁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感谢小经典，忘记做一些措施了。哦，好哦。硬插失败啊！下一位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三尾木犬。好，下一位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姚。那个，我下午去健身啊，所以我现在双手基本上是没力放在键盘上。等一下跟我同队的小心一点啊！你是在哪里健身啊？为什么会这么晚？在哈基的健身房。霍俊吗？你是在床上健身？既然是双手的话，应该是在厕所。既然双手放不了键盘，那会放在哪里呢？下面啊。讲的直白。哇，超直白。下一位，我了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允月。下一位。嗨，我是繁星，好穷哦。下一位。好穷！我今天氪金氪太多了。再抽就剁手。我发现我家自助餐加超多也就60块而已。不，你还在45块？你还在纠结45块吗？没有，我家这边60。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基，晚上吃拉面。下一位，我交换一下。我是巧克力，下一位。Hello， 我是小雨，希望不要下雨，不然我这边就要爆米花了，很恐怖。爆！换我了，抱歉。谢丽，大家好，好久没来参加了，希望顺利啊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马云，下一位。哇！嗨，我是闪闪，下一位。你好小哦！鬼鬼回来啊！鬼鬼，你们在讲什么？鬼鬼回来！听不懂，赶快飞回来！鬼鬼，你的声音太小声啊！你声音小声，好小声，超级。真的，鬼鬼去哪里了？鬼鬼在哪里？鬼鬼不要去那边呐，快回来呀！你好小声啊！他还在讲哎，他还在讲。鬼鬼，我们安静下来，才听到鬼鬼的声音，他在我们心里。有没有人在？有。还是很小，还是很好，好。还是很小，你第一次要不要重开看看？你是弄错麦了。这一支哦，有了，回来回来了，原来是这样，回来了。你是有多少支麦？你还会讲？差点就过桥了，过桥了。我听过双萤幕，没听过双麦啊。有啊，那个是抓臭汁啦。过桥没关系，汤不要喝啊，汤不要喝。没事。好，下一位，我是二零，下一位。
来，我是杰克，然后现在肚子好痛，我可能等一下跑厕所。交响乐，交响乐，交响乐喽！来喂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洋。那个姚健身什么的不关我的事哦。下一位，死地名声没了。哎，出来就他找别人是不是？如果关你的事的话，他手应该就不会痛。干别人的事完蛋了。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比，好久没有来了。哎，新来的，新来的，新来的。繁星，新来的啊、哦，好，照顾一下，新来的，新来的，照顾一下啊！我常跟他同队啊。啊，我是圆圆，下一位。偷吃东西。我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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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吃东西。很饿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要吃晚餐，下一位，拜。快，我是娜姐。Hello， 我是米菲，然后祝秋风早生贵子。移动风之子，风之子，我要玩风之子。风之子，是我玩就玩了吗？我手啊，这戳到什么笑穴啊？什么东西啊？风之子，风之子啊，不然秋风小孩叫什么？风之子，你是姓吴好吗？对，这蛮有才的，真的蛮有才的。风之子，风之子，风之子。哦，坏掉了这群人，坏了坏了坏了 ！Hello， 我是熊猫团团，耶、yeah, ，没了，好，耶耶耶，分队，好了，分队带开，风雪，你在笑风之子啊？你也笑太久了，哎，分完了，分完了，好团哎。在哪里？哇！一队啊！哇！一队，孩子啊！哇！哇！蓝队！哇！带开！带开！带开！笑！是哪个红啊？蛇皮红红的。Hello。Hello。还有一个。哈基。安安 ，Hello， 安安，好久不见，安安，安安，有啊，对，还蛮久的。为什么？我刚才想风之子到底是，哎、欸，他超开心的，哎，天哪，风之子，蛮好笑的。我想说那个什么统神，不是就叫他小孩什么神之子吗？那秋风就是风之子啊，没错啊，气之子，摇之子。新之子，我、哦、新之子好帅，可以可以。法师叫狮之子，好难念哦。法之子，扁之子，福之子，杰克之子，瓜之子。我们同队哈，哦，二之子，还有什么？那是灵之子吧？啊，灵之子哦，也是蛮帅的、哦，感觉就恶灵跟鬼鬼就很帅啊，灵能教师的感觉。哎、欸，雨之子感觉就是很衰、欸，去哪都下雨，有没有？他们在说牛之子，虽然是嘴我，可是我觉得蛮好笑的。有没有最后一个字是零呢、啊？就二零啊，二零零之子，好养生哦。怎么样？这次要玩要贵一点，还是要冲一点？繁星不就是冲的代表吗？没有啊，真的吗？嗯，没有啊，只是拿斧头打招呼而已，没有、啊。我是用拿斧头问路。
请问路怎么走啊？爸，有看到新手吗？为什么不理我？那就贵一点啊，既然不冲就贵一点啊。那、啊、你的手铐行吗？不行就先冲啊。第二十，第二十手要抽上来用啊，嘿。对啊。我现在是用下巴在按按键，是不是？哇塞，好累哦。还蛮猛的耶，改天试试看，不能用手实况，只能用脚按键盘跟滑鼠。哎呦，跟你讲会抽筋，我试过了。脚会抽筋吗？会。那手可以控制键盘，脚用滑鼠这样子。哦，这好像用还可以。我顶多用脚抽过卡，还真的没放在键盘上过哎。感觉好难哦。那很难哎，而且年纪大了有点。脚会抽筋。你们这边西瓜籽就把你崩掉。